我们是匈牙利人。匈牙利。哦，匈牙利的。如果我说匈牙利，你知道吗？哪个？匈牙利。匈牙利。嗯哼。没听过。真的没听过。我只知道欧洲，但欧洲里面具体哪些国家，我基本上不知道。了解吗？不是很了解 ，sorry。首都知道吗？不知道。哎，你太了解。对，本来去年是要去的，虽然也到了。哦，是吗？布达佩斯。对，布达佩斯很美。对，我没出过国，目前。听过、首都知道吗？首都布达佩斯。布达佩斯。啊，对，是吧？首都是布达佩斯。那还是知道一点，还知道。布达佩斯那里有传酒吧，红酒那边。早去过啊。真的去过。那太好了，那你漂亮啊，真是很漂亮。不知道它是个欧洲的国家，可能有比较丰富的文化。嗯，还有什么呢？首都？首都布达佩斯。哎，对了，啊，老师没去过。哪里啊？虽然咱们跟中国人有亲戚。有一个那个陈佩斯，他是。他公号叫陈古达。对。那为什么叫陈佩斯陈古达？就是因为在1950年的时候，他的爸爸去。布达佩斯，他就很好，我很喜欢这座城市，所以给我的起名叫陈佩斯。然后他们是双胞胎是吧？啊，他跟他的哥哥是？不是双胞胎，啊、他们应该差3岁，1950年，一个是1953年。哦，所以先啊哈。他的爸爸是陈翔，是中国著名的演员。像你这是社会主义好。还有一首诗：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。对，匈牙利啊，奥匈帝国啊，对，我女儿在奥地利，哦，是吗？还说这两个国家关系应该是什么？对，历史吧，啊，曾经历史比较辉煌嘛，奥匈帝国，对，不是，因为就去了2天，就没什么印象，啊哈，因为我们是主要是去捷克，啊哈。啊，你们那当时为什么去捷克？就是因为布拉格很有名啊。对，接下来怎么说？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。离那个俄罗斯那边还挺远的吧？远。西，在欧洲那边是吧？对，欧洲首都是什么？匈牙利的首都，我想想啊，匈牙利是什么？布达佩斯，我知道，因为我每个国家的首都我都知道，就是你猛一问我有点紧张，尤其是你长得还这么漂亮，我就更紧张了。布达佩斯，我很想去那儿，是因为那儿还有好多温泉在城市里面，我觉得太好玩了。哦，对，然后它有很多很漂亮的，两个城市用一些桥连接起来，好不冷啊。对，非常想去，是吧，小哥？以后我们再去。那很欢迎你们来。都是那个什么。那个什么披萨啊，什么的，还有其他那个，这10多年了，不太清楚，不太了解，但是知道有点像。是从哪里知道？就学过还？之前小时候就学过呀。看一下。我感觉应该在。他过来报案，你看我这个学校在这块吧？是不是？再往西。对，就在那，第二个就是了。这个是吧？对。猜的是哪呢？德国。对，你德国在哪？德国柏林。那个就是柏林底下的，这差不多这块吧。估计好看，我就看那电影。我以前也是。那魔方你知道吧？那个游戏玩具。魔方。嗯。啊，我知道。那是匈牙利人发明的。哦。维生素 C。维 C 我也知道，也是匈牙利人发现的。有的人不一定知道匈牙利，但是他肯定知道布达佩斯，因为布达佩斯真的非常出名。布达佩斯你知道吗？哪个？布达佩斯。不知道。我好失望。估计是只是我不知道而已。没事。对，链子桥，还有广场，还有好吃的。温泉泡温泉应该不错，你喜欢？海泡温泉了，然后还吃了很好吃的牛肉干、牛排。那你待了几天？4天。夏天去的应该。冬天下雪的时候，那没特别冷，但是在那个河边里面。
我记得那个诗，就匈牙利诗人，爱情诚可贵，对，不是自由，爱情诚可贵。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格高，若为自由付出二十几年的努力。那你很想去吧？那肯定。好呀，欢迎你来。欧洲肯定想去啊，欧洲那么好玩。看过你们那里人跳舞，从我家到中西的时间能坐德国去意大利。对，我好特别喜欢，我觉得匈牙利又好看又好吃又好玩。因为我的一个朋友，他就在西班牙。